今天是2022年8月23日，星期二。一年前的今天，周深的新歌《无疾而终》正式发布了。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演唱的爱情主题曲。实话讲，新版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的反响并不如意，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确实是一首经典歌曲。这首歌曲是周深在腾讯音乐有你榜上19首冠军单曲之一，同时还在2021腾讯音乐有你榜年度盘点中入选了年度影视 OST 第八名。周深的嗓音唱活了《江湖儿女》中的缠绵悱恻。同样是一年前的今天，周深的新歌《生而为赢》的音乐视频也发布了。这是周深为某品牌演唱的广告合作曲，同时也是周深继歌曲《江湖缘起》之后第二次独立担任制作人制作完成的歌曲。该歌曲的音源版是在8月27日正式上线的。周深的嗓音唱出了斗志满满的意志。另外，四年前的今天，周深和毛不易合作的歌曲《梅香如故》正式发布了。这首歌曲是周深和毛不易为电视剧《如懿传》演唱的片尾曲。歌曲《梅香如故》获得了第19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，同时也获得了 QQ 音乐影视金曲榜的周榜冠军。另外，周深在与毛不易合作之后还发行过此曲的独唱版。周深和毛不易的合作可以说是刚柔并济，互相辉映，唱尽了人世间风花雪月、宫廷的爱恨情仇。说到周深的歌曲榜单，周深的新歌《余情》目前在腾讯音乐有你榜的实时榜中暂列第一位，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不要忘记助力一下。另外，截止到上一期的腾讯音乐有你榜，仅有4首歌曲在榜30周以上，而这其中有2首歌曲是来自周深，歌曲《My Only》和歌曲《念归去》都是上榜32周。另外，周深的歌曲《光字片》则是上榜27周，位列第二梯队。恭喜周深能够有这样不错的歌曲成绩。视频的最后要说的是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了。首先，热词周深路透央视秋晚舞台带来舞团已经登上了热搜榜。今年周深不仅有和哇塞的伴舞，而且还有不同语言的歌曲现场，周深的路透真叫人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新的更新。